WTT 世界杯赢得6分逆转石川佳纯，陈梦昂首晋级八强。北京时间12月4日消息，2021年 WTT 世界杯在新加坡继续进行，陈梦成功闯过女单首轮，在与日本选手石川佳纯的较量中，陈梦在前两局战成一平后连赢两局，她以3-1力克石川佳纯晋级。陈梦和石川佳纯在不久前的世乒赛上刚交过手，当时陈梦淘汰石川佳纯晋级。首局开始后，陈梦中段发力打出一波得分高潮，借此确立优势，以11-8先胜一局。第二局陈梦开局落后，但她顽强追至7-0，可惜这之后陈梦连续失误，石川佳纯以11-9扳回一局。第三局陈梦早早拉开比分领跑，他顶住对手的胸脯，以11-5拿下，总比分2-1领先。第四局的4-0后，石川佳纯掀起攻势，他连续得分，以10-6率先拿到局点。比分落后的陈梦没有放弃抵抗，在连追两分后一个运气球得分。这之后石川佳纯的情绪有所波动，陈梦乘胜追击，以12-10赢下第四局，从而以3-1淘汰石川佳纯挺进八强。